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一起灵修的经文是列王记上第十三章，主题是神人与老先知。以色列国的历史从扫罗到所罗门，经过120年的统一政治，完全巩固，国势富强。但所罗门过世，他的儿子罗伯安接续他做王。罗伯安少不经事，一片讲词，弄得人心离散，国家分裂成南北两国。北国10个支派由耶罗波安作王，但其实这是神对所罗门晚年犯罪的惩罚。旧约记载的以色列历史自始至终表明一个主题，就是他们的心酸沉惘完全在于他们对神的真诚与叛逆。何时敬畏耶和华，何时变得顺利，何时远离耶和华，何时变得祸患。所罗门年老的时候受诱惑，随从他的外邦妻子们拜偶像，这是以色列王国分裂的直接原因，记录在列王记上第11章。而耶罗波安在继位之先，神也借着先知清楚地应许他作王，并警戒他不要重蹈所罗门的覆辙，这是他一清二楚的事情。然而耶罗波安害怕百姓过于神，他因担心自己的王位，想要阻止百姓在节期去耶路撒冷朝拜耶和华，就做了2只金牛犊，一只安置在以色列北边的但，一只安置在以色列南部的伯特利，并且在伯特利建造殿宇，安设祭司，另立新的宗教，带领百姓敬拜偶像。他明知故犯，惹神震怒，是以色列人现在拜偶像的罪里，这些记录在第12章。今天在第13章，当耶罗波安正在伯特利胡作非为，建圣殿，主祭坛，守节献祭的时候，一位神人突然来到。神人就是与神有交通，受神差遣，传讲神话语的人。列王记上13章1到2节，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波安正在坛旁要烧香，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这个预言在300多年后终于应验，记录在列王记下23章15到16节。然而当时听了神人的话，耶罗波安王却大大发怒，要侍从拿住神人，谁知侍从尚未下手，而王的手却枯干了，耶罗波安只好求神人。第6节说，王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的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于是神人祷告耶和华，王的手就复了原，人如寻常一样。经历了这个神迹，耶罗波安不是悔改，而是想要拉拢收买神人，但神人断然拒绝，绝不妥协。8到10节，神人对王说，你就是把你的宫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进去，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去。于是神人从别的路回去，不从伯特利来的原路回去。看到这里，实在让我觉得好痛快。然而有个老先知出场，故事马上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在伯特利有个老先知，既然被称为是老先知，想必他曾经也是被神使用传讲神话语的。但这时当耶罗波安犯罪的时候，神没有就近使用这位老先知，而是从遥远的犹大国差派了这位神人来。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知道神为什么不使用这位老先知，因为这位老先知已经善恶不分，也不敬畏神，甚至敢假传神的话欺骗神人。当时神人已经从另一条路回犹大，但这位老先知骑着驴追了去，要请神人去他家吃饭喝水。
也许这位老先知并没有恶意，只是想从神人那里知道更多的关于未来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当神人用先前回答耶罗波安王同样的话和态度拒绝了他的邀请的时候，他做了他不该做的事，造成了非常严重叫人惋惜的后果。18-19节，老先知对他说，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叫他吃饭喝水。这都是老先知欺骗他的。于是神人同老先知回去，在他家里吃饭喝水。神人听从老先知的话，进了老先知的家，受款待，受供给，却违背了神的话，以致在回犹大的路上被狮子咬死。这是何等叫人震惊！一个大有能力、大有节操的神人，有了如此悲惨的结局，这实在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教训。这提醒我们不要随便相信人，自称为神说话。一旦人的话语与圣经有矛盾，与你已经领受的神的话语有矛盾，就不要理会他们，因为那必定不是出于神的。有一个重要的属灵原则，那就是神是不改变的，他的话也是不改变的。今天你大概不会听从一位非信徒去犯罪或者违背神的命令，也不会随从一位冷淡退后的信徒改变心智，唯独你所尊敬的比你更有资格、更有阅历的老基督徒、牧师、传道，或者是表面上很成功很有名的牧者，更有可能引导你走岔路。我们不可做老先知，但我们也要警醒，不仅防范魔鬼及撒旦的猜谕，更要谨防假装光明使者的试探和那在灵性上耳聋眼花的老先知。也许你跟我一样为这个神人叫屈，可怜的神人遵行了神的旨意，完成了神的使命，但在回家路上一次失败，便受了神的惩罚，被狮子咬死。而那个说谎欺骗引诱神人的老先知，反倒平安无事，寿终正寝。为什么呢？我们可从哥林多前书第11:32得到答案。那里说，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必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在圣经中我们一直看见这个原则，耶和华在亲近他的人中显为圣。在一个已经堕落被神废弃的人，他的审判是在将来和世人一同定罪，但在一个被神看为宝贝的器皿，他一沾染污秽是要立刻被洁净的。神人虽然死了，但他仍是神人，他的死都是一个神迹，都是被神使用的来警示耶罗波安和以色列百姓。狮子将他咬死，却不吃他，也不离开他，驴也站在那里一直地站着，直到有人经过，直到老先知和他儿子们来到，应该有不短的时间。死人、狮子、驴都摆在那里，一副惊人的头画，一个神迹。这事也传入耶罗波安王的耳中，这是神做的事，是一个神迹，是一个警告。神人的死向耶罗波安见证，人若行走在神的旨意中，便是行走在平安稳妥的路上，但若越过神的命令，便走在败亡的路上。连糊涂的老先知都因此看出来，神人奉耶和华的命指着伯利恒的坛和撒玛利亚各城中有丘坛之殿所说的话必定应验。老先知将神人葬在自己的坟墓里，并且留遗嘱说要死后与神人葬在一起。可惜耶罗波安经过了神人的警告，经历了手枯干又得复原的奇迹，又看见了神借着神人之死所行的神迹，仍然不悔改，以至于他的家从地上被除灭。33-34节，这事以后，耶罗波安仍不离开他的恶道，将凡民立为丘台的祭司，凡愿意的他都分别为圣，立为丘台的祭司。这事叫耶罗波安的家陷在罪里，甚至他的家从地上除灭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
帮助我们不要像老先知，而是能够与你保持亲密的交通，好让我们能明白你的心意，能被你使用。帮助我们像那位神人一样，大胆传讲你的话语，警戒唤醒这个时代。帮助我们免犯神人的错误，愿你的话扎根在我们心里，好让我们有分辨的能力。谢谢主，求你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儿女们。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